的前面简介掌握怎么样，单词有没有记牢，同学们可以先准备一下，拿出纸跟笔，可以在纸上写，也可以这方面可以在电脑上进行默写哦。好，咱们看听写啊。The first one, republic, republic. Next one, authority, authority. Next one, revolution, revolution. Next one, process, process. Next one, conservative, conservative. Next one, flag, flag. Next one, banner.Banner. Next one, political, political. Next one, government, government. The last one, socialism, socialism. 不知道大家掌握的怎么样啊？咱们来对一个答案看一下啊。The first one, republic, 共和国，中华人民共和国 ，Republic China. Authority, 权力。Authority 这边呢，可以跟咱们 government 放在一起，咱们写作上是可以互换的啊，是吗 ？Have you used authority 滥用实权？然后 revolution 改革 ，revolution， 然后 process 表示的是过程或者加工处理的意思，然后 conservative the 加形容词表示的是一类人啊，然后 the conservative 就表示的是保守派的意思。下面 flag 表示的是旗，然后 banner 横幅 ，political 政治的 ，government 会拼写，然后 socialism ism 教育咱们上节课补充的很详细了啊，什么主义啊，对吧？好几个意思，主义是要知道认识意思的时候就知道什么什么主义就可以了。好，咱们今天学习的呢是第十五章的第二节啊。用书的同学可以把书翻开啊，然后用 PPT 同学可以用 PPT 进行的笔记记录。用书的同学呢可以把书翻开到186页，书的186页啊，讲的是国家政府。从186页开始说，修笔记哦。好，咱们开始听一听。大家来看一下本次目录的86页啊，看一下第一个单词叫做 president， 名词，总统、校长或者叫董事长。学校校长很多时候的话也其实叫做 president， 尤其是大学校长，尤其是我们北美大学的校长，因为北美大学基本上是没有公立学校，所以说通常都是校长会的。那么他的执行操作官也就是校长，叫做 president。我们看下一个单词，叫做primary， 这个单词叫做总理首相当强自强的时候叫做首要的第一的啊。我们会有一个很熟悉的单词叫做 primary， 对吧 ？P R I M A R Y。啊，这下呢要搞混了。那我们知道这个 primary 这个单词，它的英美两国家的念法不太一样，一个叫做 primary， 一个叫做 premier。不像知识，现在的世界上有两种体制的国家，一个叫总统制，一个叫议会制。那在总统制国家，比如说美国，总统呢既是国家元首，又是行政首脑，又是最高领导人。议会制国家，比如说德国，我们总统制是一个国家元首，他有国家实权。那在这样的国家，其实总理是有实权的，是行政首脑。当然还有很多总统制国家，比如韩国、俄罗斯也有总理这个职位，但它代表是一个象征。虽然貌似好像是政府的一个最高领导，但实际上它是听命于总统的，总统是最高权力的所有者。好，我们来看下一个单词，下一个单词叫做 minister。那这个单词的话是名词，意思是部长、大臣或者公使。当我们用到这个 minister 的时候啊，经常会听到叫做 prime minister， 前面加一个 prime， P R I M E prime。我看有个动画片叫《变形金刚》，对吧？里面的国派的首领叫做擎天柱，就是 Optimus Prime， Optimus O P T I M U S 后加一个 prime。那在我们那个居住地限制的国家当中出现这个 prime minister， 比如说英国，那么大家都知道这个 prime 其实表示意思就是头，对吧？所以说 prime minister 指的就是部长大臣的头，自然就是首相，是国家的行政首脑。那首相 prime minister 他与我们说的那些什么女王啊、国王啊、queen 啊、king 啊之间的关系，就类似于在议会制国家当中是从一个总统关系。prime minister 他只是国家的行政首脑，拥有实权，而 queen 啊、king 啊是国家的一个元首象征，是没有实权的。好，我们看一下下一个单词，下一个单词的话叫做 secretary， 这个单词是一个名词，意思有秘书、书记还有大臣。今天跟大家讲的是关于国家政府的简洁词汇，所以咱们也要关于大臣的一个含义。那在各个国家，它其实不同的可能，倒是也没有什么职位必须得叫做 secretary， 都是按照习惯性划分的。比如美国吧，美国的话，关于职位的划分，我们都知道，在总统之下一般有10个主管，对吧？其中一个叫内阁，那其中关于内阁的一些表述，什么财政部长啊、国防部长啊，对吧？司法部长啊、邮政部长啊，有的就是 secretary， 那有的用是 general 来表示的 ，general。举几个例子吧，例如说国务卿，我们叫做 secretary of the state，state state。那财政部长我们叫做 secretary of the treasury， 那么 treasury 是 treasury， 国防部长我们叫做 the secretary of defense。司法部长就不能用 secretary 了，他用的应该是 attorney general，attorney，a t t o r n e y。包括邮政部长，我们用的叫做 postmaster general， 也用的是 general。好，我们看下一个单词，叫做 parliament。这个单词名词国会议会，但它原指是英国的国会。我们说美国国会叫做 congress， 对吧 ？c o n g r e s s， 这是还是有区别的，大家应该区分一下。所以这两个不同些词。咱们分别来说，第一个我们先说美国的国会 congress 分成了两个，一个叫做参议院，一个叫做众议院。参议院叫做 senate， s e n a t， 众议院 house 就是 h o u s e。那我们说参议院是各州选民直接选出，然后每周一共是两名参议员。各州是平等投票的，所以说五个州呢一共100名议员啊，众议院 house 它的人数是按照人口比例分配的，最少的州是一名，而且每10年会重新调整具体的一些席位分配。那参众两院在一起合作决定立法，而英国我们叫做 parliament， 国会分成的不是参议院和众议院，他们叫做上议院和下议院。那上议院非常简单，就是 upper house， upper U P P E R， 上面的 house， 对吧？就这个意思。当然它还有另外一个称谓叫做 house of lords， 对吧 ？lords 这个词我们知道它叫做王嘛，对吧 ？lords of ring 指环王。下议院叫做 lower house， lower L O W E R 表示下面的议院。另外一个名称叫做 House of Commons， C O M M O N S， 那这个是初选选出来的，叫做下议院。英国首相通常是下议院优势政党的领袖，那内阁成员完完全全是下议院的议员，这就是所谓的英国叫做内阁制度吧。行政立法应该是统一的，这些内容我觉得大家应该是了解一下。那么下一个单词我们叫做 Senate， 就刚才大家补充过 S E N A T E， 名词，大学的理事会，包括美国等国家的一些参议院。好，下面我们看到下一个单词的话叫 conference， 那 conference 也是要注意一下，它更多的就是跟我们下面单词叫做 meeting 啊要进行一下区分。首先我们先说一下这个 conference， 它只是在一些国家层面上、政府层面上，对吧？部长开一个会，通常是那种要开数个人一个大型的会议，正式会谈，我们叫做 conference， 对吧？像部长们开会，我们就不能把它叫做governor's meeting， 我们叫做 governor's conference， governor's G O V E R N O R S governor's meeting。它指的就是任何形式的聚会，对，几个人在任何地点、任何时间、任何一种形式的一种聚会，可大可小、可长可短，那么这些聚会都可以叫做 meeting。
好，往下我们探讨的单词叫做 headquarters， headquarters 它是两部分构成的，它这个单词是一个名词啊，叫做总部啊，总公司司令部，两部分，前面一部分叫做 head， 对吧？头，后面的那个 quarters， 好多人觉得它是分之一嘛，但是它的名词的意思表示是住处嘛，或者岗位，所以我们说 headquarters 它其实指的是所有岗位的头嘛，代表的就是公司的行政总部。那这里面的话要强调一下关于这个quarters 的概念。首先我们说这个 quarters 它表示是四分之一啊，我们小的时候都学过，比如说三点一刻就三点四十五分，对吧？我们要么叫做quarter past three， 对吧 ？past three， 要么叫做quarter to four， 而且现实生活中啊，有没有人去这么算这个加减法？一般不是三点一刻，要么叫做3:15，三点四十五，对吧？要么叫做3:45。但是啊，这个 quarters 在现实生活当中，它主要是来形容硬币的啊，表示比如在北美，我们说一分钱，我们表示啊一个 cent， c e n t， 五分钱啊有单独一个词叫做 nickel， n i c k e l， 那十分钱叫做 dime， d i m e， 二十五分啊叫做一个 quarter， 也就是我们说的四分之一块嘛。那五十分的话就是一半的一美元，那所以叫做 half dollars。好，我们来看下一个单词，叫做 delegation。那么这单词是一个名词啊，表示代表团委派。它是通过动词 delegate 加了 ion 变成了一个名词表述。它和另外两个词非常像啊，一个单词叫做 representative， 那 r e p r e s e n t a t i v e， 另外一个词叫做 deputy， 那 d e p u t y。区别在于啊，我们说 delegation 这个词，它指的是某一具体会议的代表，而我们说的 representative， 它指的是被选举出来的，或者是被委派成为某个团体代表的人。那它实际上更多的指的是一个职务，而这个 deputy 它更多指的是上级委派行使自己职权的人啊。所以其实更多应该被翻译为上级的副手。那么大家注意一下，就是我们说的那个人大代表，它其实是简写的话就是 NPC member。那这个 NPC 指什么呢？它其实指的是叫做 the National People's Congress， 记好了 ，National People's Congress，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成员嘛 ，member。所以说它的简写 NPC member。那这个的话注意一下，它并不是以上的什么 delegation， 也不是我们说的什么representative， 更不是 deputy 表示的。下一个是service， 这个单词是一个名词，它的意思有服务啊，有公共事业啊，有公共事业机构啊。我们一般在考 service 这个单词的时候啊，会说它有四个含义。其中第一个含义，它可以指的是我们的交通线路。例如我们在雅思考当中啊，就看到经常啊关于交通类的文章里面会有一个表达叫做 transport service。那这就是交通线路啊。其次呢，我们 service 这个词啊，它可以指的是供职啊，提供工作岗位。例如我们说 financial services available， 我们找到一个跟金融相关的一个职位啊。第三个意思，我们会说的是叫做礼拜啊，一个宗教仪式。例如我们说 the service opened with a song， 对吧？这个礼拜是以一首歌开始的。那第四个，在我们生活当中用的比较多的，例如说给汽车做一个保养啊，这个保养的话其实是 service。例如说 the car needs a service 啊，汽车需要做一个保养。好，我们下一个单词叫做 office， 那这是一个名词啊，有办公室啊，有官职，还有我们说的部啊、局啊、厅啊，还有很多是 office。但是我想跟大家讲啊，这 office 我们不光可以指办公室啊，还可以指我们的一些政府部门啊。例如我们说这个失业服务处吧，我们就叫做 employment office。那同时呢，这个 office 它也可以指代一些诊所啊，我们知道表示诊所其实有很多啊，但是这个 office 所指的是一些什么牙医啊、眼科啊或者小的诊所都可以叫做 office。好，我们下一个单词叫做 department， 那这个词的话是一个名词，那表示是政府企业的一些部门啊，包括我们大学所说的系啊。先说一下部门这个概念吧，就是往大的说啊，我们例如说美国的健康公共事业部啊，我们说是 the United States Department of Health and Human Services 啊。往小的说，我们可以说例如销售部，对吧？sales department 啊。同时我们在学校当中可会看到什么 Department of Economics 啊，这就是我们说的经济专业啊，经济系。当然了，系这个词啊，更加常见的其实不是 department， 其实在我们北美当中更多叫做 faculty， 啊 faculty， F A C U L T Y。好，下一个单词的话叫做 harness， 这个单词是一个动词，表示是控制、使用、利用啊。这个单词的话比较常见，在我们雅思考当中和 use 是非常高频的一个同义词转换。当然了，我们的这个使用 use 它可能恰似作为同转，比如说什么 employ， 比如说什么 utilize， 包括我们说的刚才那个 harness， 包括 apply 啊。那很多人会觉得这个 employ 这个词是雇佣的含义，但其实大家想想，后面我们说是物品的时候，那不能说是雇佣的物品，其实就是指是使用的物品，对吧？再比如我们说 apply 这个词，那我们都知道 app 这个词，那全称的话叫做 application， 这是它的名词形式啊 ，application， 它的动词形式呢就是 apply。harness 这个词还有另外一个意思，就是安全带，就是我们平常坐汽车的时候要系的那个带子啊，从右边爬过来，左边对吧？安全带。那通常情况下，我们在用安全带的时候，会加上另外一个词啊，叫做 safety 啊。所以说我们说这个 safety harness 它其实代表就是安全带。那还有另外一个关于安全带的表达，我们叫做safety belt， S E A T B L E T， safety belt。那我们说关于 safety belt 也是另外一个关于安全带的表达，但这个表达往往它是用在那个 F1 的赛事当中比较常用，就是比较专业的一个词，因此大家可以积累一下关于安全带一个叫做 safety harness， 一个叫做 safety belt， 那比较专业的 F1 的专业比赛用的那个看自己可能相当于是那个安全带，叫做 safety belt。好，我们来看下一个单词，下一个单词比较长啊，叫做 administration。那这个单词的话，我们也可以分开记，这个单词是一个名词，表示是管理行政。首先，我们先来看第一部分，是 AD 开头的一个前缀，那它表示的是加强啊。我们一般看到 A 开头都表示加强。中间的话叫做 minister， 那我们之前刚刚讲过啊 ，prime minister 表示首相部长，所以说这个 MINIS minister， 它做动词的时候表示是行政管理这么一个意思。后面的这个 TION 啊，身表示的是一个名词后缀，所以我们说administration 其实表示就是加强行政管理这么一个概念，也就是我们认为的是宏观的一个行政管理的概念。所以学校啊进行行政部管理的一个部门啊，例如我们说我们的校长对吧，刚才学过叫做 president， 所在那个楼啊，我们一般都叫做 administration building。好，我们来看下一个单词，下一个单词的话叫做dominant， 这个单词比较常见啊 ，dominant 表示动词，支配控制，占优势啊，跟它很像的一个词啊，大家想到叫做 control 嘛，但 control 这个词跟大家说一下，虽然我们会翻译成控制，但它其实是一个负向的一个概念啊，但是 dominant 这个词其实是一个肯定的一个概念啊。举个例子啊，例如我说这个小明啊在家完全的能够当家做主，我们会说小明 completely dominates in his family， 那这里面的话用的就是 dominant， 而 control 呢，例如我们说两个人打架了，我控制住了我的怒火，我说的就是 I controlled my anger。这里的 control 我们不要翻译成控制啊，要把它翻译成的是压住、压制。包括其实我们一直跟大家说的，考试当中有很多关于负向的一些词、否定的一些词，例如说 control 对吧？又说 prevent， 我们说 avoid， 包括我们说 limit， 包括我们说 minimize， 这些词的话其实都不要翻译成最小化呀、防止啊、避免呀、啊，在我们心目当中就当成否定就可以了。所以我们常见的，例如我们说control somebody do something， 不要把它翻译成控制某人做某事，它更加重要的其实在说的就是不让你去做这个事情。我就特别想听到理解为啊，控制某人做某事，就这事我不想做，你非逼着我做。就包括我说在一篇讲噪音影响的文章当中，我看到一个表述叫 control the noise， 那这边的话就不要把它理解为对吧？我能够控制噪音，我让它大就大，我让它小它就小。那更加重要的是为了 control noise， 就是让这个噪音没有对吧 ？No noise。包括跟相关的，大家区分一下我说的little 和 a little， 我说的 feel 和 a feel 有什么区别？我觉得咱们也可以理解为 little 和 feel 就是没有，就是不。而 a few a little， 它们都可以表示的是一些。所以当我们提到little progress， 我认为叫做没有进步。我们说到 few rules， 我们叫做没有规则，所以这些大家都是需要去注意的。补充一个词啊，把这个dominant 请加一个 pre pre 词根在前啊，叫做 predominant。那它和这个 dominant 含义其实完全一样的。不同点在于，我们说这个 predominant 它其实是一个不及物动词。
而这个 dominate 是一个及物动词。举个例子吧，例如我们说听课的男生没有女生多，就女生更多。那其实如果我们现在用的是dominate 的话，那我们是可以把它说成female students dominate men， 对吧？in the audience。但是如果我们要说的是用的是 predominant， 那我现在可能说的就是female students predominate in the audience， 就是后面加个 in 嘛，对吧 ？in the audience 不及物嘛，就要加一个介词。我们看下一个单词啊，叫做 power， 这单词比较简单了。名词，意思有能力、权力、政权、能源。我们认为这个精神上的、身体上的、心理上的一些力量表现出来的，不管是潜在的我们都可以叫做 power。例如，我们会说一些事情是力所不能及的，那我们会说 is beyond someone's power。往下我们更有一个概念，很多人说自己手机没电了我们会说什么 out of power、no power。但是这句话其实不太地道，因为这个 power 这个词用出来就让我们感觉就比较大，就类似于核电站这种感觉了。真正意义上说手机没电了，什么电脑没电了，其实我们直接用死这个词就可以，就是 dead， D E A D 了。例如说 my phone is dead， 我的手机没电了my phone is almost dead， 我手机快没电了，这就可以了。好，我们来看下面两个词，一个词是 influence， 另外一个词是 affect， 两个词都是表示影响，其中 influence 是它对名词还有影响，还有动词还有影响，还有 affect 就是名词表示动词表示影响。其实但凡它的这种类似于影响鼓励刺激激发扮演什么重要的角色呀，我们其实都认为它其实是因果关系。大家想想，和 A 刺激了 B， 直接就由于导致 B；A 鼓励了 B， 直接由于导致 B；A 对于 B 扮演重要的角色，直接由于 A 导致 B。所以说这些虽然是动词，但是我们都认为这所表现的含义就是主语是原因，然后宾语是结果。那这是在我们情况当中非常重要的一个考点大家是必须要能够反映出来的。所以说，类似于什么 stimulate， 类似于什么 trigger， 类似于什么 play role in， 对吧？还有 pattern 这种表达，我们大家见到之后都要知道，它相当于因果关系的表述，等于 because， 等于 so， 等于result from， 等于as， 对吧？我们 as 后面的句子表示因果。举例子，例如我们说由于习惯所以说他就知道了。我们可以用带有 because， 对吧？类似于说 because I went up late in the morning， so I was late for my class。但是我们也可以用这种带影响表示的词，例如说 waking up late in the morning influenced my attendance to the class。我们可以说 waking up late in the morning affect my attendance to the class， 都是可以的。那么在 attendance， attend 参与嘛 ，attend 后面加个名词加 ance 之外之后，就变成了它的名词形式。让大家可以去理解一下关于影响所传递出来的一些内容，包括它在我们亚学当中扮演的因果重要的角色。好，往下我们看到也是两个词在我们亚操上非常常见的两个，一个叫 important， 变成名词形式化叫 importance， TNC， significant 变成名词形式化叫做 significance， 那也是变体为 CE， 都表示重要、重要性。那这组词在亚操中就不用说多重要了，基本上每本都会考到。那么类似词还有我们说的central， 这个词表示由 center， center 转化来的，把这个 TER 变成了 TRAL， 变成 central。包括我们说的 major， 对吧 ？major main， 包括我们说的fundamental， fundamental， 那这些都是非常重要的提醒，大家必须要去积累。好，我们再看一个非常简单的词叫做 organization， 这个词发音并且一个是 stakeholder， 一个是 zakeholder， 一个是什么什么，这个需要注意一下。它名词表示组织的机构，其实很宽泛的表达，任何一个机构公司都可以叫做 organization。它在我们考试中基本是相当于 company 是一样的。好，我们来看一下下面单词下面单词叫做 association。这单词的话有协会团体关联，这个词专业性比较强，所以说一般这个词所组成的短语名称都是固定的，不会随意发生改变。例如说中国足协，对吧？我们说叫做 Chinese Football Association。例如说那个 NBA， 对吧？叫做 National Basketball Association。因为是专业性的，所以说这个词还有另外一个非常近的一个词在我们188页中，它第四单词就是那个 League 这个词。这个词也是个协会，但是这个词更多的用在这个运动行业内啊。例如说National Football League， 那就是我们说的 NFL， 也就是美式的职业足球联赛。我们知道这里面的 football 其实就是 American football， 就美式足球。这儿区分一下，美式足球可不是我们说的橄榄球啊，它从规则上、从发球运球上其实都是不一样的，包括球大小也是不一样的，所以没有任何关联。除了这个形状看起来差不多的变变的，那同学如果有兴趣的话，你们自己去搜一下。包括我们在雅思考当中有一个答案词，我记得叫做rugby， rugby， 这个 rugby 就是英式橄榄球，那在英国大陆比较常见了。而这个 football 就指的是我们说的这个 American football， 美式橄榄球。好，我们往下看一下下一个词叫做 union， 这个词的话，名词有联合嘛，有联盟还有工会工会一般指的就是这个行业从业人员的一个组织。通常情况下，这个工会就是为了维护自身所在的这个阶级和政经济的利益基本上，欧洲每个国家都有大大小小的工会的工会。工会很多情况下是能够得到政治人物保护的，因为工会代表非常庞大数量的一个基层人数，所以在西方国家有人代表你有选票，所以工会就意味着巨大的一个选票的份额。那这个价一般都表示上一般的份额，但是工会还有不好的地方，就他们会经常使用他们的一个王牌手段，对吧？不听话就罢工所以大家出国尤其去欧洲国家，你就会见到各种各样的罢工，可能是交通不方便罢工，你没办法坐地铁，没办法打车，出行就很不方便。然后你要回家，发现机场在罢工，该飞的飞机不能飞，该录的飞机不能录。那之前就英国需要一个罢工，对吧？然后老师就取消考试，甚至取消考试，甚至整个英文课在一学期当中直接就给取消掉了。那法国就更厉害了，法国人基本上都不上班，法国人七月八月度假九月十月罢工，然后年底的 Christmas 大休假，接着回来继续罢工，所以年到头也不用上几个月的班。所以你要是从靠罢工表现来解决问题一般情况下也没有什么效果就是免不了罢工，但是你得到胜利。大家通过这个小小的故事记住，因为这次可以了。我们来复习一下我们这次所学单词第一个present， 第二个 premier， 第三个 minister， 第四个 secretary， 第五个 parliament， 第六个 conference， 第七个 headquarters， 第八个 delegation， 第九个 department， 第十个 honest， 第十一个 administration， 第十二个 dominate， 第十三个 citizens， 第十四个 association。好，我们再把书分到188页，看一下下一个单词叫做 community。这单词是名词，叫做社区群体，什么群落社区界社区其实社区就代表了当地的群人所以就是多少 people。所以我们有句话叫做 locals， locals， 那我们可以把它用来指叫做 public， p u v l i c。那各位情况下，我们在理解neighborhood 这单词的时候，邻里概念的时候，我们可以理解叫 community， 也就是当地的社区或者群体。好，我们来看一下一个单词叫做 consortium。consortium 名词在中文联当中是没有的，这个词是名词叫做财团。财团是资本主义社会里面控制很多公司、银行还有企业的一个垄断资本架构式集团。它特点第一个就是资本非常巨大，控制部门也非常的多。理论上来说，能够叫做财团的这样的组织，应该能够遍布工业轻工业、传统工业、新兴工业它可以遍布生产部门，可以控制流通部门。财团对国家的控制和力度都非常的强。很多大财团的首脑实际上都直接出任国家的行政部门的一些主要职位。比如我们比较熟悉的美国的洛克菲勒呀、摩根、地方银行，日本有3730德国有西门子、德意志，英国有巴克莱，那么这些的话都可以叫做 consortium。咱中国是不可能出现一个超级强的财团的，那是因为咱们国家是以国家搞经济，所以说不会受这些资本家的控制。
好，我们来看下一个单词，是叫做 institution。这个单词，名词，社会福利机构，包括我们说大学也好，各大型机构都可以叫这个词。那这个词的话，和我们说的另外刚刚学的一个叫做 organization 这个词其实很像的。社会福利机构是一方面，另外一方面主要指的是教学上的一些发展机构。比如我们说university 这单词的话，它是一个综合性的大学，对吧？可以分发本科学位、研究学位。如果一个机构叫做 college， 那我们说这个机构它可能并没有像我们说的 university 那么专业，它没有办法去发一些什么类似于 postgraduate， 也就是本聘，但它至少可以发一个 undergraduate 或者 graduate 聘。那如果一个机构只能发专科聘，那我们一般把这个机构叫做academy。academy。那当我们泛指一个机构，不再看这种类型的时候，我们就可以把这个叫做 institution。我们说学会吧，其实就是一个培训机构吧，我们其实就是一个institution。好，我们来看一下下面两个词，下面两个词比较像，大家注意区分一下。一个叫做unite， 那这个词的话就是我们刚刚讲的工会那个 union， 它的一个动词形式，表示是联合，是团结。另外一个单词叫做 unique， 这词是一个形容词，表示独一无二的，而且是一个非常强烈的说法。例如我们说熊猫嘛 ，panda， 那这就是在我们中国就是一个 unique， 因为别的国家没有嘛。还有另外一个词，特殊特别的，叫做 special， special 不太像，但是它代表的就没有像 unique 这么强烈。不一定是唯一的，就例如我们小的时候看那个。金庸的武侠小说当中，对吧？我们说乔峰、段誉、屈辱，他们都有一个自己的技能，对吧？像是十八掌啊、龙脉神剑呀、那这些的话就都属于叫做 special skill， 你不能说叫做 unique skill， 对吧？像十八掌，不仅乔峰会，别人也会，所以说区分一下 special 和 unique。好，下一个词的话叫做 nation， 这单词的话表明词，有国家、民族、国民。我们在文章的时候看到，有时候会说叫做first nation， 那它不是指第一国家，应该叫第一民族。这个概念其实要来自于加拿大。如果说 first nation 就是加拿大的本土印第安人，他们叫做Canadian。英国人早期在加拿大上海有大量印第安人，所以说有非常强的愧疚心理，所以他们把第一民族啊认同为印第安人，叫做 first nation Canadian Indian。加拿大还会有一个 first language， 那它是也不是英语啊，也不是法语，其实就是印第安语。好，我们来看下一个单词叫做 global。这个单词是一个形容词，表示全球的、全世界的。那么它是由 globe 这个词名词加上 al 之后变成形容词，叫做 global。那需要提醒的是，有另外一个单词叫做worldwide， worldwide 啊，也是一个组合词，表示是全世界范围的。所以说这两个词其实意思是差不多的，都表示全球的、全世界的。但是需要提醒一点，就是 global 这个词还有一个比喻表示是全局的、整体上的。所以当在这个意思的时候，那么它和这个 worldwide 就不太一样了。比如说叫做 global， 叫整体认知啊，就叫全球的一个认知。好，我们来看下面的两个词，一个叫做 foreign 形容词表示外来的、外国的，还有一个单词叫做 overseas 它叫做海外的、国外的，也是一个形容词。那这个 foreign 这个词跟 overseas 还是有一些区别的。我们说overseas 它是没有国际概念的，比如我们这个海外华人，我们可以叫做 overseas Chinese， 但是我们没有办法说它叫做 foreign Chinese， 因为 foreign 这个词它是有国际概念的，所以大家需要去注意一下就可以了。那我们下面看到一个词叫做 abroad， 这个词大家记好了，它是个副词是个形容词，所以说它是不能够修饰名词的。我们只能说Chinese living abroad， 那跟它对应的概念呢就叫做 overseas Chinese， 海外的华人，居住在海外的人。好，下一个单词叫做 civil， 这单词的话是一个形容词，公民的、国内的、民用的、私人的。那这单词最早是来自于拉丁的一个近似词根叫做 civilians。civilians， 表示与市民有关的、有利于民众的，所以说 civil 这个词后面加了 ian 之后我们叫做 civilian， 那词是重音在 bay 这个词上，代表的是民众也有 civility 重音在 bay 这个词，表示的是礼仪、谦逊这个状态。包括我们说 civilize， 那词重音在 c 变成动词，表示的是使文明、使开化。所以当变成名词的时候，就是我们说的叫做 civilization， 就是文明文化。那说起文化，很多学生都不相信culture 这个词 culture。那大家要注意如果你们查了 c 的话，你会发现我们对于 culture 的解释叫做 part of civilization， 所以说文化是文明的一个方面。跟我们说 civil 这个词搭配的，例如我们有一些叫做 civil engineering， 我们叫做土木工程。civil war， 我们叫做内战但传统意义上。这个 civil war 不是我们说的美第三的那个内战，而是指美国的南北战争。当然，咱们中国的这个解放战争也可以叫做 civil war。好，我们来看下面两个单词，一个单词叫做 emigrate， 一个单词叫做 immigrate。大家注意一下，这两个单词的意思还是不一样的。第一个我们说 emigrate， 它表示是移居国外，它指的是离开一个国家，我们去另外一个国家，所以它英文解释叫做另外 country， 去另外一个。从这词含义角度来说，有点像是说的 go， 就离开自己所在国家，出发去另外一个国家。那么它说的意思就是离开自己国家，但强调的是离开这层含义。而我们说 immigrate。它这个词的概念，那更像是到达来到这个国家，并在这边永久居住，所以它的英文的这个解释叫做 come in another country to live permanently。注意一下这个 permanently， permanently 永久的，代表的意思就是永久居住在另外一个国家。那相比较我们说的 emigrate， 它的 go 的含义，我们说这个 immigrate 它更像是 come， 指的是来到一个另外一个国家，潜台词就是到达一个新的国家，强调是到达抵达这个含义。和两个词比较接近的还有另外一个词叫做 migrate， 例如我们在近十一当中就一篇文章讲的是动物的迁徙嘛，叫做 great migration， 就是这个 migrate 后面把 e 去掉，加了 i o n 这个后缀之后变成了名词，表示的是一种迁徙比如说候鸟的迁徙用的就是 migrate。那么这个词不强调方向，只强调的是迁徙这个动作下一个指。好，我们来看下面一个单词，这个挺有意思的，叫做 puppet。那我们平常可能只知道一个单词有一个玩偶的含义，但它作为名词时候还有另外一个含义，叫做傀儡。在经济上的一个词叫做 economic puppet， 经济傀儡。那这儿我跟大家解释一下，什么叫经济傀儡？经济傀儡这个事儿和这个一国家钱多钱少，反正完全没有关系。举个例子，例如有两个国家，一个叫卢森堡，一个叫朝鲜，咱对比一下。首先，卢森堡是西欧最发达的一个国家，最富的一个国家了，人均 GDP 世界前三了，但公认。这个国家就是一个傀儡国，因为这个国家只有三个行业，第一个是金融业，第二个是电视广播，第三个就是钢铁。那这里面就强调了一个评定国家的经济的一个基本的道理就是看这个国家是不是有钱呢，看这第三产业；看这个国家是不是够强盛呢，那就看这第二产业；那看一个国家能不能独立的活下去，那我们看这第一产业。所以卢森堡这个国家是以农副产品基本上都是来自于进口的这么一个国家，核心产业原来是钢铁，但现在这个 GDP 的比例当中已经从28%降到了现在2%。现在其他的第二产业基本上都是以出口原材料为主，那就意味着整个卢森堡其实就是一个加工商，对吧？完全没有任何市场掌控。最关键的一点就是，一旦别的国家不要它的钢铁，那卢森堡的整个钢铁行业就彻底玩完了。所以我们就会认定卢森堡就是一个标准的傀儡国，离开别的国家是完全活不了的。这第一产业基本为零。那另外一个国家就刚说那个朝鲜，虽然说感觉朝鲜特别特别的穷，但是它绝对不会被认为是一个 economic puppet， 就是因为我说朝鲜它的总 GDP 虽然大概只有卢森堡的一半吧，但是呢，没有人会认为这个 North Korea 朝鲜是一个小国，因为朝鲜它对外的依存度非常非常的低整个朝鲜从90年代开始就大力发展第一产业，虽然不是足够的富足吧，但是也不会饿死人。换句话说，就是如果国际社会把
朝鲜和卢森堡同时封锁了，那这种情况下明显卢森堡死的人肯定会比朝鲜要多很多，所以我们认为卢森堡是一个 economic puppet， 而朝鲜不是。所以说咱们借着这个机会，大家也明确这么一个概念，也理解一下 economic puppet， 也记一下 puppet 这个词的傀儡的概念。好，我们来看下一个词儿，叫做 throne。 那这个单词如果慢点读的话是 throne， OK， N 这个音是要发出来的，而且前面是 th 传教舌音啊， throne， 名词叫王位，也叫国王的宝座。这个词儿不需要想太多了吧，因为咱们都看过一个非常有名的美剧叫做 Game of Thrones， 那这个单词权力游戏嘛，而且我们说 throne 这个词代表就是权力，但是权力是它引申引申的含义，叫做王座，就是国王的宝座啊。不喜欢看美剧喜欢玩游戏的同学也知道暴雪游戏叫魔兽世界，那这边有个副本啊，就叫做Frozen Throne， 冰封王座。当然我们说 Throne 这个词在我们的新文化当中啊，是九级天使当中的第三级天使，就是 Thrones， 他的职责呢就是守护电源啊，在基督教中他认为是天神的战车。好，我们来看下一个单词，叫做 crown 啊，这单词名词叫做王冠啊，动词为谁谁加冕。之前我们其实提过那个美剧嘛，大家记得吧，叫做 crown， 女王王冠。这个词在我们的中国电视剧当中反复的提到，比如什么之前的非常有名的叫什么《甄嬛传》《如懿传》《延禧攻略》，对吧？就是这些后宫的这些嫔妃娘娘们，就整天想尽办法的让自己的孩子成为 crown prince， 就是戴上王冠的皇子，对吧？皇太子、皇储，这就是让他们称帝，就是这么一个词啊，所以大家记一下吧 ，crown， OK， 还有一个 crown prince。好，我们来看下一个单词啊，叫做 wraith， OK， 这单词我们 th 咬舌音，前面的 w 是不发音的啊， wraith， 这单词其实不管是老外头上戴那个花环、花圈啊，还是咱们平常祭奠用的那个花圈，反正都是 wraith 这个词，所以这个词我本身不太喜欢，总觉得意思怪怪的，但大家记一下这个词啊。好，我们来看下一个单词，叫做 colony 啊，这个单词名词表示殖民地啊，但是这个地方的话，跟大家说一下，这个殖民地它其实还可以表示的是某一类人的聚集区啊，所以说它没有什么谁征服谁的一个概念，在这个情况下，比如我们说艺术家聚集区啊，我们就不能用 zone 这个词啊，我们用的就是 colony， 所以这个单词在这个意思含义下，它没有任何的否定意义，就是一个普遍的表述，一个中性的表述。那当然了啊 ，colony 啊还可以代表的是一个生物的聚集。好，我们来看下一个单词，下一个单词叫做 liberty 啊 ，liberty 这个单词名词叫自由，那跟这个 liberty 非常相近的单词叫做 freedom， freedom 这个词很常见了吧，对吧？在我们的这个勇敢的心当中，还是对吧？振臂高呼 freedom。那这个词啊，它其实跟另外一个单词叫做 kingdom， 都有一个 dom 作为一个结尾，所以说暗示这两个词其实它的关联性呢，都是一种特征啊，一种权利。在封建的中古时期的时候，这个 freedom 啊，它指的是贵族的权利啊，有 freedom 的人啊，表示对自己的人身财产、土地啊，有完全的使用和占有权。那我们这本书当中也看到了啊 ，liberty 这个词啊，也是自由，拉丁语当中啊，叫做 library 啊 ，L-I-B-R-E 啊，它是有自愿、情愿啊，出于喜欢这样动机的含义。它实际上跟我们中文当中所说的那个 I。包括我们英文当中的 love 这个词都是同一个来源啊，所以说在liberty 当中啊，它也包含了自己自愿的含义，那也包含了我们说的自由的含义。所以说呢，我们可以看到liberty 这个词和 freedom 这个词，这两个词有一样的地方，但又不一样的地方啊。一个是自由的，来自于主体本身自由状态；那另外一个是自由力啊，出自于自由意识进行的决策。所以说这个 liberty 啊，更强调的是这个司法实践当中权力的部分，而 freedom 呢，表达的意思就比较抽象了。比如在我们这个美国吧，美国所有的主流媒体在谈论自由的时候啊，其实用的不是 freedom， 用的都是 liberty。liberty 是美国人自我荣耀的一个价值观啊，让你给他们，说起自由女神的时候，对吧？你就应该叫做Statue of Liberty。费城是美国独立后的第一个首都的象征啊，里面有一个自由钟啊，大家听说过吧？叫做什么？叫做 Liberty Bell。当然还有独立厅，独立厅这个词就是我们下面要讲的那个单词了，那个 Independence 后面加上一个 Hall 啊，就是 Independence Hall， 就是独立厅。那往下我们来看一下这个。下一个单词 ，independence 这个词 ，s 是名词啊，表示独立自立啊，在我们的雅思语考试当中，经常跟它同义的词叫做 self-reliance。那这个词的话，应该我们比较熟悉了吧？我们很小的时候看过一个电影啊，叫做《独立日》，它的翻译就是 Independence Day。那 independence 这个词啊，它也可以表示用来形容自己的国庆啊，例如我们中国的国庆就可以叫做 Chinese Independence Day。那美国的这个独立日除了叫做 Independence Day 之外其实也可以叫做 First of July。好，我们来复习一下所学的单词啊，第一个 community， 第二个 consortium。第三个 league， 第四个 nation， 第五个 worldwide， 第六个 foreign， 第七个 civil， 第八个 emigrate， 第九个 immigrate， 第十个 puppet， 第十一个 throne， 第十二个 crown， 第十三个 wraith。第十四个 colony， 第十五个 liberty， 第十六个 independence。 好，咱们把单词来过一遍啊，从第一个单词 president 总统校长 president， 知道来的同听 instructor professor and tutor， 他的同听啊，这三个词跟他一起记。然后 primary 表示的是第一个名词形式，表示的是总
总理首相，然后形容词形式表示首要的第一的，那既然首要的第一呢就重要的词了，那 primary, necessary, critical, 然后 crucial, 然后就把 essential, 然后 vital, significant 这些单词都是作为同义听了出现的。 and premiership 表示的是总理的职位啊， of the primary importance, 头等重要的。好，下面 minister 表示的是部长大臣的意思， foreign minister, 外交部部长， prime minister, 首相。 secretary 表示的是秘书或者大臣的意思， employ a new secretary, 雇用新的秘书。Parliament 表示的是国会议会的意思啊，要看一下这个 upper and lower。 刚才大荣老师补充的很详细了，这边就不多说啊。The Senate 啊，这边也补充了叫参议院的意思啊。 Senate, disband the Senate, 解散理事会。好，下面 conference 表示的是会议，一般这种会议指的是国家层面的会议，正式的会议啊，连续开几天那种会议。然后 attend a conference 表示出席某个大会。Meeting 指的是会议，一般就指小型的聚会也可以啊，或者十几个人的聚会也可以啊。然后一般这种会说，address a meeting 在会议上发言 ，hold a meeting 开会，然后 attend a meeting 也可以 ，attend school 上学 ，attend a wedding 去参加婚礼。然后在咱们雅思听力里喜欢考的一个单词，表示的是研讨会啊 ，seminar 这个单词要求会拼写啊，比较重要。其实呢，真正的咱们以后出了国，真正的学术研讨会是 colloquium 表示的是学术研讨会啊。说的是 colloquium 这个单词， colloquium 发音比较变口啊， colloquium 知道就可以了，这个单词以后会见比较多，在学术场景的学术研讨会啊。好，下面 headquarter 表示的是总部啊， headquarter head 头加 quarter 数组合在一起就是司令部啊，总部的意思， quarter 是有四分之一的意思啊。下面 delegation 表示代表团或者委派的意思， delegate 它的动词形式委派， delegation 表示的是具体会议的代表， representative 表示的是职务啊，deputy 表示副手的意思。然后咱们说授予什么什么权利或授予什么什么决策权是 delegation of authority or delegation of decision making, 这是授予什么什么权利。然后 behalf 表示的是代表某人 on behalf of somebody, 代表某人啊。举个例子怎么用呢？ We collected money in behalf of the homeless, 为了帮助无家可归的人而募捐，等于的意思就是 in order to help somebody, 表示的是帮助某人。然后跟它很像的一个 behave 也会拼写， behavior 会拼写，一个是表现一个行为啊，也会拼写。下面 police 表示警方的 police 表示也是警方的意思， call the police 叫警察。然后 police force 表示警力， police officer 警官， police station 派出所。然后 statesman 表示的是政治家，跟咱们的 political politics 可以放在一起记政治上的政治。然后 mayor 表示市长，跟咱们 government 跟 authority 放在一起在我写作上可能会出现的啊。然后 bureau 表示的是局处科，就是办事处的意思，认识就可以了。好，下面 service 表示是服务或者公共卫生事业， assembly service 表示可供某人使用， office 表示是办公室或者是官职的意思，厕纸也可以指一些 cleaning, 就跟 cleaning 一样的意思，小的诊所，眼科牙科诊所。 officer 指的是官员或者是军官的意思， come into officer 指的是上任， come into 指的是上任，知道一下这个短语用的是 come into。 然后 service 这边有四个意思啊，第一个意思交通路线，这个比较多啊， bus service, 然后第二个就上班的时间 a public service, 然后第三个就是礼拜的仪式，这个也是 service, 然后第四个就检修 ，have it serviced 就是把检修的意思啊。然后 in service 指的是在服役，然后 be in service 就是当仆人 ，the services 表示的是军队部队的意思啊。好，下面 department 要求会拼写啊 ，department 表示的是部门或者大学的院系，但是用的比较多的是 faculty 这个单词 ，faculty 这个单词也要会拼写，表示是院系的意思啊。然后国务院，美国的国务院就是 State Department, 然后补充一个习语，就是咱们以后生活中可能会用到的 ，Don't ask me about it. That's her department. 这个 department 什么意思呢？就是那是他的职责范围，那他的工作不是我的事情啊，不要来问我。这个仅限于口语啊，仅限于口语使用，不能用于什么任何的写作或者书面正式一点的东西啊。That's her department, 那是他的职责。好，下面 harness 表示的是控制利用的意思 ，harness 等于 use 等于 utilize, 然后 seat belt and safety harness.要会拼写、啊、安全带听力里喜欢考的。然后 administration 管理行政、啊、administer 动词形式的管理。好，下面 dominant 表示的是支配或者占什么优势， domination 控制名词形式的控制， dominate the weaker 支配弱者。然后区分一下，其实 control 就是有被动的意思，就是有否定的意思，包括 little 和 few 也是有否定的意思， a little a few 可以理解为还有一些的意思啊，这边要知道一下。然后 power 能力权力，powerful 强大的强有力的有权势的， come into power 开始执政， come into 又是 come into 上台的意思啊。然后 my phone is dead 不能说什么什么 my phone is 什么 no power 肯定是不对的啊。然后 my phone is dead 就是讲我的手机没电了啊，这个是比较地道的一种表达。下面 influence 表示的是影响作用， have an influence on 写作里会用的，对什么什么产生影响。 affect 是影响，一般指的是情感上的打动啊， effect 也是影响作用的意思。可以看这边补充的 affect 跟 influence 在
用法上是非常类似的，但是 affect 过去都过去动词用法还有感动的意思啊。这边也补充了例句，大家可以稍后看一下。好，下面 importance 重要的可以跟咱们前面那些单词又可以放到一起记忆了。importance 又增加了一个单词 ，important 表示重要的、有势力的 ，realize importance 意识到重要性。然后 significance 重要的、意义又增加了一个单词 ，significant 有意义的、重要的 ，a matter of significance 有重大意义的事情。significance 这边是名词形式啊。好 ，organization 会拼写啊，要会拼写 organization，s a t i o n 跟 z a t i o n 都是对的啊 ，organize 是组织的意思，等于 arrange 等于 plan 这一组同题要了解，然后另外一个 organization 这组同题也要会 ，organization 等于 business and company 等于 cooperation structure 这几个单词也要会，要知道表示组织的意思。然后下面 association 表示团体失联的意思 ，associate 动词形式的联想联系，比如说居民联合会就居委会嘛，说白点就居委会是 a residence sp association 居委会啊。同时呢，它可以搞也可以一个短语表示与什么保持联系，就是maintain a close association with 什么什么什么。A close association with 保持密切联系。好，下面 league LOL 不多说，打游戏的都知道 league 嘛，联赛啊。From a league 结成联盟，然后足球联盟的话它是固定的啊 ，the football league。好，下面 union 联合工会的意思 ，a trade union 英国的工会 ，labor union 美式的工会啊，这两个说法不一样，但是意思都一样的。然后 community 表示社区，其实 community 就是 a group of people， 所以跟咱们的 resident 也好，还是 locals public 都是可以作为同义替换的，因为它就是一个 group of people。然后 community center 表示的是社区服务活动中心，社区活动中心。然后 consortium 表示的是财团，这个词认识就可以了。form a consortium 组成 form 是组成的意思。然后 institution 这个词要会拼写，表示是机构的意思。institute 表示研究所 ，an educational institution 教育机构。精神机构呢，然后医疗机构怎么说呢？前面就加上medical institution， educational institution， financial institution， mental institution， 什么精神病院，然后医疗机构、教育机构、金融机构都可以这么说啊。然后 university、college、academy 这三个单词，咱们在第五章讲教育类的时候就已经说过这三个的区别。如果说还有什么不清楚的话，可以看一下第五章的回放啊，这边就不多说了。然后在咱们听力的考试里的时候，它不在乎你这些区别，没有特别特别大的区别，主要就是它的意思都是跟 education 作为同义替换出现的。比如说 education、school、college and institution 这四个单词是作为跟 education 作为同义替换出现的啊。好，下面 unite 就是 union 的，它的动词形式表示的是联合、团结的意思 ，united 联合的啊 ，unite closely。紧密的团结在一起，然后 unique 表示独立无二的，跟 special 可以作为同义替换出现的，或者说跟咱们前面说过的一个单词唯一的还记得吗 ？so 唯一的也是可以作为同义替换出现的，这个词表示的是唯一的，这是咱们前面学过的单词，这边就拎出来复习一下啊。然后 unique ability 独特的才能啊。好，下面 nation 表示的是国家、国民的意思 ，national 国民族的、国家的 nationality 会拼写啊，这个是听力里喜欢考 nationality， 包括一些咱们最常见的什么 British 啊、那些 Chinese、Canadian 那些单词的话会拼写的，这个也是在咱们语料库里能刷到的，有些国籍的那个。拼写要掌握啊，下面 international 国际的 establish a nation 建立什么什么国家 first nation 第一民族啊，然后 global 全球的全国的 global warming 环境类 全球变暖啊，然后 worldwide 世界范围的遍及全球的跟咱们的 well known famous and fame 这几个是作为同替出现的，表示的是有名的意思啊，然后 federal 表示的是联邦的联合的，认识就可以了， foreign 是有国籍的意思啊，外来就是有国籍的意思， foreigner 外国人， a foreign policy 外交政策。Overseas 呢是无国籍概念的，就是海外的、国外的，或者说是向海外啊、向海外或者在国外的意思。Overseas trade 海外贸易 ，Overseas student 留学生啊。然后这两个单词包括下面的 abroad 表示到国外或者在国外 ，travel abroad 到国外旅行。这几个单词跟它同义替换出现的是 export 这个单词，表示的是就是往外 ，ex 就是向外的，就是在国外的这个意思啊。好，下面 civil 表示的是。公民的、国内的或者民用的意思 ，civilization 要知道，要是文化的意思，这是咱们阅读类社科类喜欢考的一个意思啊 ，civilization。然后下面 civil rights 表示公民权益 ，civil rights 公民权益 ，civil war 内战。然后 emigrate 表示的是向国外移居，讲过了 ，e 开头的，不管是 e m e x 有向外的意思，然后 immigrate i m i n 都是有向内的意思，所以说 emigrate 是向国外移居 ，emigration 移居国外的，然后 immigrate 表示是移入 ，immigration 移居入境的意思啊。然后 migrate 你要知道 migration 那个单词一定要会拼写，咱们在在听力里面，听力 part 4动物迁徙肯定会遇到的一个单词 migration 啊。好，下面 ray 表示的是统治，这个词认识就可以了。puppet 知道有还有傀儡的意思就行了，傀儡政府 puppet government。然后 throne 表示的是王位宝座的意思 ，come to the throne 又来了，即位。然后前面咱们讲了两个，这是第三个，用的是 come to 表示即位的意思。大家有心的话可以把那三个短语套在一起，这样的话记忆的话就不会很乱，一整理的话一目了然啊。现在 crown 表示的是王冠或者为什么什么加冕 ，succeed to 这也是个继承啊 ，succeed to the crown 继承王位啊，然后 raise 表示的是花冠的意思，这个意思认识就可以了。
然后 colony 表示的是殖民地，知道一下，可能会在跟 civilization 一起说啊，在阅读里可能会出现，认识就可以了。然后这个意思呢， colony 还有指就是共同爱好，因为共同爱好的人他们聚集到一起会进行的讨论，所以说这个词还有这种聚集人群的意思，比如说 an artist colony 就聚集在一起，或者说蚂蚁啊昆虫啊那些聚集在一起也会说 a colony， 比如 out and bacteria 蚁群菌物啊聚集在一起的啊。 liberty 表示自由的意思，比如 the statue of liberty 自由女神像，这个不多说，都认识。好，下面最后单词 independence 表示的是独立自立，这个是名词形式啊。 independent 是形容词形式，表示独立的自主的， fight for independence 为独立而奋斗。看一下形容词形式 independent 啊，就是形容人的not taking help or money from other people， 就是他能单独的生活啊， independent。 然后再看一下副词形式 independently， 很简单，就在后面加上 ly 就可以了，独立生活嘛， lived independently。 然后考点的话是这个依靠这个考点啊， rely on or depend on， 跟咱们一依靠作为考点的 ，rely on， be based on， draw on， 对吧？这几个单词是咱们作为依靠的考点。所以这个单词一共有四个，一个是 depend， 然后 independent， independence， independently， 四个名词、形容词、动词还有副词啊，这四个单词大家都要掌握啊。好，这边就是咱们这节课的所有内容，希望同学们课后呢能认真的去复习，然后把一些相似的或者说同义替换的一些短语啊单词能弄一张纸给它写到一块儿去，这样后面复习的时候或者检查自己有没有掌握的时候一目了然，能更好的就是第一个。记得更清楚，第二个能节省一些时间啊。好，希望同学们认真复习，早日高分上岸啊。